感谢观看，今天带来是会场限定于今天发售的 MB 高达 C 的自由高达 2.0 血曜配色。然后这款自由高达的人气想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肯定这款也是作为这次会场限定的重中之重，我也是非常的期待。这次产品的官方的名字里就带着自由 2.0 血曜配色，所以说这次是完全就是自由 2.0 换色，没有做任何的新规，应该是没有任何新规的，所以说我这边也就是简单带大家演示一下，看看这次配色究竟怎么样。同时在大家的支持下，这次粉丝成功突破5000了，也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次送出350块钱的魔丸金，抽奖动态将会随后发出，然后感谢想参加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跟以往的会场限定产品一样，这次都是有封套的。然后这个封套嘛，我觉得挺漂亮的。然后是这次是透明的风格，跟其他的魂斩限定产品就是风格保持一致。就是后面依旧是一样的抽象，跟我之前介绍的鸟联组一样，一个自由，两个自由，三个自由，不知道多少个自由，不太理解这种设计风格。上面是一些标志信息。不是内核，我相信有自由的小伙伴肯定强袭自由，就是魂蓝的强袭自由的小伙伴肯定一眼就发现了，这不就是魂蓝强袭自由的姿势吗？这确实真的是一模一样。然后特别是这个一只手拿着那个双头军刀一样是完全一样的，这风格只能说保持了一致吧，跟之前的一样，魂蓝一样，都是个变相再版。然后这个是背后是一些简单的降落的自由之剑，然后究极的质感，究极的可动。安装完翅膀主体就完成了，这次光油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熟悉我的观众肯定都知道我是非常喜欢光油涂装的一个人，这次光油的涂装光线下面，特别是翅膀整个闪闪发光，真的是可以成为你柜子里最亮的一颗星。虽然我现在手头上没有 2.0 的自由普通版，但是我详细观察两个的区别，然后先说一下比较大的几个区别。首先是白色部分可以放张官图大家对比一下，这个初版的自由 2.0 白色是比较偏银的白，这次就改成了雪白的白色，然后再加上光油。然后翅膀第二个区别就是翅膀从深蓝色变成了淡蓝色，然后我觉得这次不管怎么样，这个雪的这种感觉是虽然比较抽象，但是至少是让我感觉到的。虽然详细的颜色来说，初版的颜色更加接近金属的颜色，但是这次因为光油真的是闪闪发光，所以说金属质感我觉得比初版是更胜一筹的。像产品的黑色的亮面也是就是采用了高亮的涂装，然后整个是也是跟本体一样闪闪发光。这个黑色的我们展开翅膀，然后跟初版一样展开机构也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可以看出这次的翅膀跟初版一样，同样是运用了两种蓝色，一种是金属蓝，一种是那个跟那个本体一样是带有光面的蓝，然后整个还是非常好看。自由 2.0 这个模具目前也就三次再版，然后这是第三次使用，所以说关节是非常紧实的，可以说紧的都掰不动了，然后所以说关节的力度还是大家不用担心的。产品的红色整个就是普通的金属红，并没有什么亮面上的表现，这点是稍微有点可惜的，就是并要是红色也是闪闪发光的那就完美了。光束炮然后还有盾牌和枪都是新规的亮面的涂装，跟本体一样整个闪闪发光。但是磁轨炮就是一个普通的消光分色，并没有进行光油，然后这也没有显得格格不入吧，因为上面的这个也是光油的涂装，然后下面是消光，稍微有点不协调吧。跟正义的搭配就没有出版搭配正义那么的自然了，这个一个是浑身亮的要命，一个是正义是整体以比较暗的色调为主，就是涂装也是比较暗，所以说搭配就没有那么的协调了。当然这还是最经典的搭配，至于跟神翼搭配怎么样，那就等我1月份的视频了，给大家详细测评。这次支架就是一个简单的烫银支架，然后就是烫了点银，非常简单的设计。2.0 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肯定都不会陌生这套模具，然后我也给这里给没看过的小伙伴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是整个自由 2.0 是采用了类似 MG 自由 2.0 的那种 高规模的棱角设计，然后是让整个造型变得非常的俊朗，只不过这据说应该骨架还是沿用的强袭自由的骨架。像自由 2.0 的面相是真的非常的正，无论哪个角度看都非常非常的帅，跟强袭自由差不多。同时磁轨炮也从原来的两段变成了三段，也是魔改自强字的设计，我们这样展开是非常壮实的一个磁轨炮。然后翅膀展开我们刚刚也演示过了，一共有五节翅膀，
然后我们展开以后，里面内藏一个那个光束炮，我们光束炮里面有一段金属的小关节，可以直接延展的头这边，然后再对折。啊，这个光束炮这片翅膀有一点干涉，然后光束炮也有一段很惊艳的展开，这边是背后展开，然后前端有点难拉开，然后下面还可以爆开，然后虽然没有自由 2.0 来的那么夸张，但也是一个不错的设计吧。把炮全部展开，翅膀全部展开，然后再上支架，就可以再现出最经典的 Flew Buster 的状态。这款跟魂蓝是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的，魂蓝之前强袭自由就已经是天价了，但是自由之前可是2000块钱左右能随便买的情况，当然现在也涨上去了，这次再版能不能再续魂蓝的辉煌，这就很难说了。对比出版涨的真的不算多，像现在神翼都奔着50000日元去了，这次30000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的贵吧，再加上这次配色还是比较好看的，我还是推荐大家在一个合适的价格入手。好，随后会发布抽奖动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会继续带来全网最快最速的手办模型评测。你的3连和关注就是我创作视频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